足感动人诶！这歌叫《幸福》哦。幸福。我看伊资料是写《日日春》吼。诶，原来是雷军阿姨唱诶吼。对。就是迄阵，因为迄是应该是哇，真久啊。1997、98年。就是阿扁阿咧扫荡迄个。伊肺腔。
废仓哈，废纸工厂，就是废纸工厂啊，也配套做料不好嘛，无做好，修仓处哦，啊，用那边电动玩具啥，就你都配套的是拢爱处理啦，啊，所以了有先在这里是春节卖嘛，因控件了，控件了，尾后争取着讲可以缓冲啦，啊，唔通讲随叫因袂使做，啊，缓冲了，因才成立这个协会。啊！就是春协会都含乌手人甲西含一挂关心乐冈运动的朋友，大家拢有做斗阵嘛？做斗斗阵对。因为乌手人甲西是安尼，就是讲可能去遮啊，就做一张，去啊就做一张。对，对，对，这条这是这个台湾国，欸，台湾国际家庭学会跨海牵手，就是，对，就是加一挂啊，你加外配的婚姻呐，外籍的跨海跨国的婚姻。啊，因有成立一个协会，啊，内底就是我，比如讲，他娶了外籍的配偶，啊，所以内底我真正有出的吼，真正有出啦。这算乌手那个是，算讲斗三工，大家斗做安尼。对，斗一斗做。啊，主要意思就是咧讲这个跨国婚姻啦，啊，什么鬼安尼啊？对，啊，内底其实有，我甲因的，比如说台湾的这个查甫的，啊，我有做工作坊，伊写家己的故事。啊，我改这回来编出一个歌啊，外籍配偶嘛工作坊，讲家己的故事啊，编出一个歌，所以内底拢是用这种方式做出来的。这你看唔捌看过啦，这因为画出来，百万新鲜画出来。会跳联盟我知啊，对啦，迄时阵咧做会跳联盟的时阵啊做一条做个歌，出个专辑的单曲啦。会跳联盟发行了对啊，对啦。啊，所以这拢伫个运动内底咧，一般电话无啦，一般电话是你看袂买袂到。啊，所以咱变啊诉求啊，就是讲，大家汇票，因为大家讲，比如讲，迄个时阵的诉求咧，讲啊，这个两粒拢烂苹果，咱唔通为着讲一定要选择百万投汇票，啊对啦，这是当时的迄个政治的诉求。啊，结果迄阵发起这个运动吼，啊成果安怎？成果。汇票有真正变较侪啦，有变较侪啦，无到一百万啦，无到一百万啦。但是有你也想讲汇票到一百万，其实嘛是不得了的代志哦。这是蔡氏剧团该做会出来啊，因为这啥？蔡氏十周年，十周年纪念。蔡氏剧团是一个嘛是该做民众戏剧，民众戏剧，哎，对，也是剧团。蔡氏剧团刚刚不得要有名声呢，对，做真久啊，做真久啊，定定咧演出啦，定定最近个咧演出，有啊有啊，对对对。因伊迄个时阵做一个叫《拜金歌剧》啊，一个合集啊，阮咧做会参与伫内底。这甲黑水无啥关系，这是我个人。高墙里的铁汉柔情，因为我伫个。感觉内底有加一挂受刑人有做一个音乐治疗呢，做一个生命故事叙述。法务部矫正署台北感觉吼，对。啊，这主题就是，主题就是因家己的性命来故事。啊，我伫个工作，一挂犯法关伫内底，关伫内底，嘿，你主要处理兄弟啦，嘿。对，啊，因来讲家己的性命来故事，啊，我跟跟他们谈过之后，来这会来做因的歌，啊，所以来歌手弄一下，这就意义呢，就意义呢。你专拢只做只有诶无诶啊？对，哎，哎，得金曲奖你无认做啊？不是，我做想要得金曲奖，我二十岁时阵做想要做摇滚巨星，但是拢做不起来。无啦，你天生的血液吼，你所老的就是种要甲人民抗争一款的。有声音告诉我，这是我甲迄个诶松德院区呢，松德台北医院的疗养院嘿，松德院区的日间留院的病友诶，啊，我因为我大礼拜拢去甲因上课，唱歌，啊，大家就会做出来的这个专辑。其实你咧教册啦，你主要是，我主要嘛是兼职的教册，就到处教来教去啦。啊，教册未生活，只说来做这個，做这未生活，这个未生活，没啦，做这都社会公益嘛。是啊，我1991年迄个，干么样？反核晚会现场，我有去唱啦，哦，你有去唱？哎，我冇去的款啦。对，啊，就是听到你唱，哇，一个人。啊，唱了这侪歌，啊，而且所有的歌拢甲反核有关联。有刚刚是迄款哦。对，啊，我迄个时我是一个乐团嘛。哦。啊，因为我有做一条歌。白索纳卡西。不是，我英国。白索纳卡蒂。无啦，我高中时阵的朋友的乐团。哦，做就对啦。对啊，我就去唱一条，唱三条啦。啊。一条是我做的，小丹要唱一条。就是我做的第一条甲运动有关。诶，《血灵》第四唱这条歌是你做的第一条吗？第一条歌。
比一开始咱所想的团结什么更加早。更加早，因为我迄个时阵就是讲，我想要做一条要得金曲奖的歌。哦，啊，你怎感觉写《玉玲》第四唱会得金曲奖？不是不是，迄个迄阵啊，未想讲要写《玉玲》四唱，我就想讲我要做一条歌，哦，一定足好听的。啊，就逐工伫遐想迄旋律，想旋律了，这边要倒迄个歌词倒未出来，倒未出来。哎，啊，到有一天有人来招我讲，哎，恁来，我看恁的乐团咧拍无表演，表演啊袂歹，恁要来晚会来唱一下无？我想讲，哎，好哦，啊无我甲迄条歌甲添一挂词里边。哦，就是对安尼。啊，迄阵多拄着迄阵第四唱要开始起迄阵，大概咧争议迄个时阵。哦，哎对。好来，这是陈柏伟。黑索纳卡西之陈柏伟，人生第一条歌，黑人第四唱要起咯，来，坐坐来。Yes.
染了雾。